噔噔，ドキドキ大作戦。吼！是什么样的悄悄话会让我们的完美偶像昆达心跳加速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一三一四五二零。哎，一开始就来个这么厉害的直球对决，我们的完美偶像昆达，他心跳会不会加速呢？没有。520520，还有等等收工一起吃宵夜。嘿，直球员收工以后吃宵夜，我们的偶像昆达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没错。PS4 Pro 加 DualShock 4手把只要10880。什么？还不够啊？那 PS4 加最后生还者战神地平线期待003款游戏，再送你 PS Plus 三个月，只要8880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怎么下去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Days of Play。就是因为你想要换机或是升级，就要趁现在，直到6月16日 PlayStation。 PlayStation， 我想今天不得了了，现在早上6点。最近那个自从年后少录这种超早的班，今天我们要录一个大家期盼已久的单元，野人 Vlog。Peak 退伍以来，当然是受到木曜各界的热烈欢迎。但是呢，他跟其实我们的几个新成员不是很熟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实境节目，主持人之间的熟悉度跟情谊完全会影响梗的强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算是要帮 Kid 上一门午休学分吧，让他跟新朋友认识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要让 Kid 大队长开着他心爱的露营车，带着我们出去玩，好吗？啊，这来了啦！哇，音乐开那么大声！喂，很屌哎！开那么大声要死啊！早安，早，出发了吗？这是不是你习惯的行程？这是我习惯的行程，我觉得有点害羞。怎么说？把我私底下的行程搬到台面上来。不会啊，你私底下的行程跟我们结合就变成台面上的行程了。对，所以我这样接下来就没有私底下的行程。而且你不觉得你退伍来嘛？当然我们大家就是热烈欢迎你。你不觉得少了一个环节吗？我觉得你跟我们木曜的新朋友不熟，一不熟，哎呦，实境节目录起来就不好看。你这样讲是真的。我今天就是要帮你补修学分的，让你跟新朋友整个混熟起来。哎呦，你说台兆明先生吗？我说的是新朋友。你应该可以猜得到是谁啊？是 ECE， 高不高兴？耶！他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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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了。ECE， 你从另外一边离职来到这边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跟你做节目啊！今天是我跟 ECE 跟 Debbie 跟你一起去郊游，然后我要特地过来麦卡贝载你们，从他家开来永和，然后再出发，超绕的啦。什么？两个妹，两个妹，真的两个妹啊？啊，就你跟 Debbie。快点呐！啊，下进去，下进去，切给到，切给到。What you want to? Please don't be polite, 'cause I like your attitude. Let's forget about a curfew, 'cause all that is stuck in my head is me and you. Pulse beating, my heart is racing, but I'm not sure I wanna face it, 'cause it only does this with you. Our bodies meet, I can feel the tension, move us into the next dimension. Let's just let our bodies be true.For the thrill of it.
有。那来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要两只。取消。还有洗手台啊，它可以把水流到外面去，可以，它有超屌的，它有自己的水箱干嘛？哇，超方便的，我吓到了。对啊，瓦斯炉跟冰箱都在让我怎么吓到？听说你对于折返这件事情有意见？我从来没有，这姐姐在我背后说什么坏话？我从来没有。没有，看一下表情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表情。没有意见，表情是真的吗？我们是很开心的，台哥你都说要来了，而且没有，最主要是怎样的？百强跟我讲说，你买了一个露营车，坐你这台车，我怎么都感觉不出来有露营车的感觉。我坐过美国的露营车，对，它很大，对。但我跟你讲，台哥他们那个车有的，我这台车都有。你这台车有吗？有，我等一下旁边也可以，就是开一个小帐篷。很开阔哎，其实蛮开阔的，而且腿就。想要来个秘境，结果后来当地的部落已经在欢迎，而且阿玛用那个瓦楞纸写那个欢迎木曜的那个牌子，超屌。好了，把那个屋顶打开，让台哥睡。好、哦。哇！哎，啊！什么被子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个顶上这个做的不错，哎，这么重？我跟你道歉。可以的，真的很好。啊，让台哥休息一下。哦，很屌哎！他终于体验到了露营车的威力，舒服的感觉。哎，来了。回去的时候你开，对不对？对。叫他们都不要上这台车。你就一个人。对，然后你载我。台哥这样子很吸引吗？这样子。你就不要放箱就好了。照片也不要放在前面。不要放前。可以啊，台哥。台哥，蚊子跑进去了。哎，你下次不要带 David 出来给咯，真的。David 刚好没有位置，等一下可不可以？回去的时候，如果是这样 ，David 没有，好啦好啦，可以啦可以啦，哎蚊子蚊子蚊子，蚊子出去啊，好了，关起来关起来哈，走。好啦，经过这个一整个早上山路的折腾，台哥从健康晕车，健康晕车，现在又变健康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后来怀疑这一路上，我刚刚突然怀疑，可能是更年期是真的。没有，其实我刚刚在开车的路上，应该是更就是俊杰跟都一起睡着了。其实我那时候其实蛮开心，觉得说，哎，你们两个真的一年来真的辛苦，很累，
一直在拍一堆有的没的，也不是有的没的，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，都是有 的對，对。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能够尽一点力量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来帮你们开开车，开到目的地，走一走。对，目的后面一定要有地，目的地一样，开到目的就不好。对，开到目的地，目的后面一定要接一个地，对。今天是野人 vlog， 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你对不对？对，今天真的是希望你，就是老人出来是在太阳上散散步，你放轻松，你不要有主持节目的感觉，不要你不要逼你自己一定要电话，要去硬讲一些好笑的话，不要用。你今天做你自己。今天除了庆祝你荣退之外呢，我荣退了吗？有另外一个他荣退哦，对不起，他荣退之外，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 Peter 说他这次退伍一年回来呢，他觉得他跟木曜的那个节奏还没有100%吻合，同时他觉得他跟新朋友。好，那我先问你，你说你没有跟我们节奏吻合，那你就跟很吻合就对了，那你就去那边。你不知道我跟XX有嫌隙吗？我知道，因为你跟昆达也有嫌隙啊。我跟昆达，昆达是假嫌隙，跟XX是真嫌隙。真的假的？不要跟闹了，白痴啊！是真的。你觉得木曜的新朋友是谁？毕竟六个主持人嘛，那里面其中比较不熟，真的是阿布玛利亚桑。阿布玛利亚。没错，我们欢迎玛利亚。玛利亚桑。玛利亚，哎，可以吧？那。不行，你就这样要很有礼貌。我们就是不能有太有礼貌，就是感情好，感情要好。对，然后我再怕什么？好，帮你 hug 一下。对，这种事情很好处理，就 hug 完然后就算干掉，就算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朋友？对。哎，脸不要这么快就红，不要假装这边没看到。其实你刚刚下车这边引来引去，引来引去，欢迎秋涵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是跟他阿姨三十家很久不见了。秋涵，你真的有来哦？你好，我是 Kid。我刚才说我是秋涵，我真语无伦次。哎，你不行一次两个啦。你看，你说今天有多浪漫？你看，你带着你的爸爸，然后来你熟悉的场域，然后你们父子各自照顾一个，好好的玩这样。OK， 对啊，你今天带着你的爸爸，还带着你的后母。哎，这个太陡了吧！秋涵，你有常常出来户外走跳吗？没有，我大部分都在工作。真的，不要一直工作，因为秋涵，因为他多的时间都在工作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啊，皮特森可以养他的。我养你们两个，我都可以。我就是喜欢你这种。对啊，男人就是要讲出来，就是要直接养了啊。他两个我自己的，对。那你还喜欢这种大自然吗？喜欢。你在日本的时候会常去这地方吗？不会。没关系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工作。我跟你说，有可能我们这一趟回去之后，我们有感情，而且可能会比温妮跟央央还好，因为温妮央央这已经成定局了，就是真的是妹妹了，最终的妹妹。但这两个还未知。有可能变姐姐，不一定。对啊，他就觉得哎，可以照顾我，又觉得我很可爱。我整个就是有了这两位之后，整个精神变很好，一路舟车劳顿都没了。野人 vlog 就是要这样子录啦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只有我跟 Eric 哦，不行不行哦，就过一次，一定到现在，吓死哦。屌哎，这边比台北舒服太多了。为什么跨年的时候要见到你们？是在工作吗？不是要休息吗？野人 vlog 是不是？没错。好吧，那就开始。真的假的？有一次我就跟他两个，对，很恐怖啊。不是不是，是很恐怖，因为我压力很大。哎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开心。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凯哥就一直在跟我讲秋涵，然后玛利亚也进来当主持人的时候，我觉得为什么都不是在我平常在主持的时候做这种决定？你现在不觉得？你现在不觉得试过今天你觉得更好？整个环境都养好了，好，你现在来认识新。但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昆达，我就会觉得比较，比较对啊。但你不用担心，昆达哥至少是。已经结婚，你跟台哥这种没有结婚，你就可以尽量发挥。哎，我儿子好像二十
21岁。对，你怎么会有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跟我差不多。还真的跟你差不多的时候。秋安几岁啊？会生小孩，年纪很小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秋安讲说，你猜猜看，他就是给你机会，没有，他就是一个话题。不是，因为这种东西就，如果是那种一般那种渣男，就会说太渣了，太渣了，不行，我就不会讲这种。那就不好说了，你猜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当然要怎么回答？太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今晚你行不行？没有人会问这些东西，不要再讲这些东西。聊聊天，做个节目也不行吗？我们是说渣男会这么做，我们就不是渣男呗。我跟你讲，这些都是我曾经问过的。不然你问我们两个说，你问我们两个说，猜猜你几岁？你猜我几岁？58，58，55吗？我觉得静婷真的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，她的镜头没有离开过我。很好了，啊，你现在回去抓我的镜头不行，我就知道是你拍的，啊。17跳的什么鸟地方，啊？安排的什么行程，白痴啊，是不会挑一个什么野柳北投那种去平面的就好了。我现在人胖，你知道，光是下坡腿就很累了啦。哪个嘞？哪个？鸟鸟。呀，小姐。因为已经听到溪水声了，听到水流声，当初不应该来。来什么？来什么东西？哦，不应该来过。哦，等下上来才会传到去。每一个人上来的人都很不 OK， 你先算了。我昨天就跟你讲说不要来，有没有讲？多喝一点，不然脱水。我是最需要脱水的男人，因为我这样可以减轻体重。好像这次很多人说你变肉了，对不对？秋安好像有在关注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新闻一直报啊，就是什么。你看到我的新闻，你会停下来看一下吗？最近蛮多新闻就会看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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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可以。这边小心哦，这边小心，这边好。小心。爬山，爬过象山，可是大家说象山不算，象山不算，它那是散步。对。小心，哎，好灵活呢，
今天的工商时间。大家早安。早安，金元泰。早。哎，问你，你是不是很爱吃鸡排啊？对啊，我最爱吃的就是鸡排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三餐都不吃，只要吃这个，我就觉得 OK。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那家木曜鸡排是被人家爆料用什么鸡改原料，外加塑化剂，吃多了会满脸痘痘、烂疮、口臭、脚臭、大小便失禁，从此众叛亲离，流落街头，锒铛入狱，终身监禁，抑郁而终，真的很惨的。我再也不吃了。你不要这样一直吃零食啊，应该要吃正餐。下次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。从我上高中开始，突然觉醒的能力，让我可以看到人的未来，也具有改变他的能力。不知道这事应该是好还是不好？电影里面不是都说不要改变过去，也不要改变未来吗？啊，但管他的，反正也没人知道。嗯，何コソコソしてんだよ。没有啊，我又没有偷偷摸摸。あれ、未来変えられるんじゃなかったっけ？変えてみせてよ。我什么未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未来啊。もしかして自分だけ特別だと思ってる？私はね、人の心が読めるの。没有，我真的都不知道。ごまかさないで。全く B 会の食べなかったあなたが最近では必ず毎日一本は食べてる。絶対また何か見えたのよね。ねえ。調べたんだけど、この B 会のはナッツもファイバーもたくさん。美味しくてヘルシー。ねえ、何かあるんじゃないの？健康になったり、長生きしたりとか、ねえ、何？你们该不会是在吵架吧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没有，哎。天哪，是 B 开坚果棒，我也很喜欢吃哎。那你最喜欢哪一种口味呢？我其实每种口味都蛮喜欢吃的啦，不过我最近比较喜欢吃那个海盐黑巧克力口味。天哪，跟我一样哎。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比看坚果棒不仅是看得见的自然美味，也拯救了我的单身狗人生，撮合了我命中注定的女神，治好了我异常发达的右手二头肌。比看的坚果棒健康美味，真的很赞呐！就是这样，比看坚果棒就是赞。现在就去便利商店买一条试试看，说不定你的未来也会改变哦。啵啵，感谢 B 派坚果棒，让木曜多活几天。那个瀑布是热的，瀑布是热的，很冰，超冰。那你们等一下可以去那里，那里就热的温泉，等台哥来再来。其实我们可以建议。入国小的小朋友们到这里来办毕业典礼，他是往上还是往下？
这个就还好一点。啊，舍哥终于知道要拍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暗示的？如果是温央，从头到尾一直跟着拍，我走了半天，观众可能以为我没有来，真的是叫我情何以堪。走了。啊，说，说过话啊。现在看一下，他是不是刚出院了？我一天成这样，他现在笑笑，他就滚下去了。什么？我们到了一个景点以后呢，看到了大自然之美，然后会流连忘返，驻足良久，不忍离去，你知道吗？是景色太美吗？不是，是回去的路太长。看懂了吗？每次来这种地方，就是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就会一边观察一下台哥啊，然后玛利亚他们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，然后他们还在回神当中。然后秋还是完全不怕，然后他就现在很可爱的一直在看大家在干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这种东西，所以我每次到户外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比较安静，我反而没有像在棚内那么吵，那是我比较不一样的我，这样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。小心石头。对啊，会有一点滑，注意哦。对。哎，秋寒都已经脱成比基尼，然后外面还穿一件罩衫，这真会让人家，这太有诚意了。坐下来还蛮舒服。休息一下。这个温度是舒服。真的。这阿 T 哥这行为有点变态，白痴啊！我在帮他拍美照，我要躲在石头后面那里。所以秋安，你是会不太吃东西的人？我吃啊。你会容易胖吗？不会。我不会容易胖。好好，怎么可以这么好？你也是想吃就。对，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很想过去，可是我现在在控制我自己。差不多吧，八九十。所以你，他在你眼中，你跟百祥是差不多的，因为他说百祥也是八九十。这三人呢？那我再问你一题，你觉得我比较像于天还是余文乐？于天是不是？如果今天我跟昆达都单身，那全世界都刚好只剩这两个男人，你会选谁？说心里话，应该幽默吧。所以各位胖胖的人，不要担心，就算你在女人的眼中是90公斤，她
但你还是他的 Mr. Right。坤达怎么样？台哥来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台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不用再来了。秋海已经选择了我。哦，我真的恭喜你啊！小心哦。当然了，可以。哎，秋海去哪里？我想说，我就是要让你们两个。没有，怎么可能让我们两个坐？怎么可能嘛？百强到现在还没下来是？对。哦，太高了，他不敢。他在干嘛？欸，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你下来，我在你后面，我们一步一步下，一起下。刚找到位置，我腿软，我等到有一点。对啊，所以我在你后面就好了。拯救百祥大作战，百祥真面目。记得当你下面那一个。你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这个脚没有，你再来，再来，你要小心，先等一下，下来。他们要结合。等一下，好感人的一幕，好感人。反正我们在后面，没事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。我快踩到了，不会，好，这个会比较爽。好，来，下来，再下，好。再来，剩三个，一格 ，down， 谁？设计不好，不然你要怎样？电扶梯啊？对，这边应该有一个电扶梯，或者是有一个人就长期住在这边，然后帮你这样拉那个电梯。对，绳子都有了。对，你来啦。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讲，现在这种地步啊，完全没办法再回到过去了。这个食材就只有往上加，不会再往回走。以后Vlog 就是这种等级的，这种 level 了啦。这东西只能越来越屌啊！来了，你看这什么？没事，这可以吃了吗？可以。来，哇，好亮！制作人都要先吃，吃饭给大家看。我真的无法形容，我们这小馆怎么可以那么好吃？因为可能是它用柴火烧的关系，它感觉它那个熟透度比一般瓦斯吃起来口感根本不一样。你有开实体店面吗？在复兴北路，中山国中站旁边。说话的说实不实，说实不实。有因为疫情影响而生意不好吗？多少有，然后因为我们是预约制的，然后我一个餐期接待一群客人，刚好 OK， 对，防疫服务的，回去。超好吃的，
种地方住和鸟，真让其他游客情何以堪。大哥，在这种地方说要吃和牛了。我想在这种山林之际吃和牛，真的是太奢靡了。中鸟是只有我老板干得出来。莫呆耐的是呢，这大狗不是莫呆耐，这大狗多多，你这个就是。Holy crap! It's really juicy. Really juicy. Okay. Very umai. Umai. 对。好爽，出太阳了，你看，准备玩水拍 IG 的时刻即将来临。是这样的，现在呢，台哥跟百翔已经先上山了，因为他们怕说如果我们已经到了，但是他们还要等他们大概6个小时，他们才可以爬到山上。但是他们呢，我们就说，我们要来玩最后一趴，就是玩水跟拍 IG 美照。Kid 他把我们隔在这个大海之中，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过去。我们就期待一下他拍的照片。好。各位好，我们开始楼梯地狱啊，真的很累。我们的玛丽亚不行了，我听到她的喘气声太大了。天堂完之后再来，这越会越来越难哦。一起选的什么地方啊？没有人爽完之后就这么累的啦。我真的不会，我想要自重。没事没事，谢谢。我想装 man， 现在都给我装 man。秋晚就是这么样的独立。如果能够在一起的话，就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。是这样的，谢谢谢谢。对，然后你知道现在我在玛利亚的那个心中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是。变态摄影师。叫我变态摄影师。我真的是一个，我是为了你们啊，各位，好不好？不要觉得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对这小妹妹真的是。还是蛮有兴趣。到底谁安排的？太美丽了，我觉得这种情绪也蛮特别，就是一开始很爽，然后爽完之后以为就是美丽的 ending， 结果是这样子的结果。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家，我还要自己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家。
我还要载你们回木曜，带你帮我申报油钱。第二个行不行？他很难受。我跟你说，行，完全可以。第二个，不需要。不用，我要靠我双脚燃起我的战斗。打火石好像熄了，一直点不着。哇，好熄了。好，怎么了？哦，原来是喝茶。我要买药。铁哥，我看你这样太辛苦了，我喝茶得死。嗯，我问了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把它喝光，喝光之后就会减轻重量。为什么我们到了一个景点以后呢，看到了大自然之美，然后会流连忘返，驻足良久不忍离去呢？是景色太美吗？不是，是回去的路太长。来，现在没事，我们来做一件好玩的事情。好，这是依稀的包包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废物。我跟你讲，一旦是废物就丢掉，请出去，我在录影。没有，卫生棉。你在出来干嘛？内裤，我只能带那个。原来最骚的是你，你的幕后真的是想要这样出现，也不是这样出的吧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可以，我跟依稀很熟，哪里啦？我不会拿出来啦。等一下，我先拿个别的。你藏这个葡萄在那个，到底是怎样？我还没吃完。我帮你看，我不会，我发誓，我不会。这个。好，我放，我塞进去，我塞进去，我塞进去。为什么我会答应他不拿出来？因为拿出来真的是不行。你要吃芒果吗？要一个芒果。要吃水果。没事，小心你们麦卡贝的资产，要不要偷回家？这太累了，这行程排得不好。要叫车吗？我上次再走上去，没有坐车。走就走啊，我也没在怕的啊。走了，台北都在走了。好，走啦！你刚刚那么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可爱哦！可以。我靠！感觉手指头。等一停下来，会就烧起来。你还是说你相机里面很屌，怎么回事？太屌了，没有。Baby 不是。Oh my god！Baby，Baby， 真的。我刚以为是他。跟你讲，拍 IG 就是有用。这个主意，为了 IG 是奋不顾身。但是我答应他说这不能外传。他们不是要拍 IG 吗？这不太好拍。他还刚坑打比较好。发现一个工作人员的秘密。这个。你有梗。刚刚我帮工作人员拿包包上来，其中有一个是依稀，于是我就在凉亭休息的时候就说要搜查包包，说依稀就冲过来。冲过来说不行，有什么东西不行，我就偏要看，不行，我里面有一条。他来野溪穿干嘛？依稀才刚进来几天，他为什么要带这种东西出来？为什么秋寒都没带了，他带？他为什么？你们工作人到底怎么找的？我问你们到底怎么找的？没有，我们节目不能有秘密，依稀过来。你加入节目才正式录影，大概第三次，你带一条。我想到我怕湿会要换你怕湿你看怕湿节目真的太棒了啦，节目真的太棒了啦。Oh my god 以后改成野人 Pornhub
好了，两个妹妹今天跟哥哥算还蛮开心吗？开心开心，很开心。这样一趟应该算去两趟健身房了吧？我觉得三趟。然后必须还是要跟两位妹妹澄清一下，其实我的个性真的不是这样，就是为了就是他们的几个色情摄影师跟色情制作人要求我这么做，然后今天又没有太赏，然后我就必须要就是演得很色，演得很色，就演得我演得很不像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对对对对对。变态摄影师。好不好？那今天就是。演 Vlog 算是成功，成功成功。对，你这个车现在阵仗这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黑色的嘛，对。然后台哥睡在后面，对、啊。我希望你等一下开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震动太大，对。你慢慢开，慢慢开。啊，我希望路上所有的车哈，李玉你的车要闪，所以我等下把台哥的名字贴在外面，外面还有一张照片贴在下面，然后他一开就经过说啊，台哥，他就会比较慢。然后那个金刚经什么的那种音乐，我等一下先 play 一下，先放下去，对。可以啊，好了，那最后就野人 vlog 成功就 ending 了。好了 ，OK， 今天的那个野人 vlog 大成功 ，Yes。I was on a plane to California. I had all the time I'd ever need. Did you even know I was looking for you? I think that I was hiding in between. How long?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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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从来不知道台上名这么好听，台志远，我叫你台志远，你有这样对？哎，不会说了，你搞错了。没错，太带劲了。抓到抓起来，来谢谢你们。哎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谢谢。我们节目名称改变，我们节目叫什么？木钥匙好玩，我加一个好跟很好玩嘛。不用加那么多了。馒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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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馒哎，后面那个小孩不要掉地上啊！我在前面看到一人了。哎呀，注意注意啊！谢谢你们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